邦今年2月底在社群惊喜向大家宣布，在伯乐旅行时，自己已经向女友林轩宇成功求婚了。消息一出，令两人的粉丝都惊喜不已。古乐林当天，林轩宇则是在 IG 高调放闪，他晒出和 Junior 一起爬山时的合照。只见照片中的两人都戴着帽子，身穿白色上衣的情侣装，拍照时两人都露出幸福的微笑。林轩宇还亲密抱住 Junior，Junior 则是搂住林轩宇的腰。不过林轩宇接下来又晒出两张相当搞笑的照片，照片中 Junior 一直用单只手就将林轩宇整个人抱起来，画面相当逗趣。林轩宇发文透露这是2年前的照片，还笑说可以就像第一张照片那样好好拍照吗？两人超搞笑的互动，令大批网友都笑翻啦。Bye.